小朋友好，今天林老师要教你们做小动物用回收瓶，材料有瓶子、线、双面胶、夹子、珠珠，还有橡皮圈，还有一块小布，还有一只刀子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瓶子拿起来，用布放在这瓶子上面，用力拉，然后用橡皮筋头尾都绑，好了，这个是身体的部分，现在我们要做它的脚的部分。我们要割开它的肚子部分。然后我们把夹子放上去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用夹子，用刀子割。割的时候，家长要帮忙。然后我们再割第二个。然后夹子穿，我肚子部分要粘双面胶。这就是它脚的部分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它的耳朵。两个一样长的棉线，耳朵部分也做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珠珠粘它的眼睛。好了，尾巴部分就这样粘上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一个简单的动物就已经做好了，希望小朋友都会喜欢，家长也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互动，谢谢。